好，来继续来到新北市的滨溪，看这个天顶节，来放天顶的民众嘛是踏踏甜。这个可爱的竹灯弯弯的，甲其他的天顶，做伙慢慢啊飞起哩天顶，甲119年来元宵上大的满月互相来照应，实在是有够水。天顶慢慢的星空点亮夜空，民众赶紧用手机啊在翕，这是滨溪天顶节第二场的活动，第十分广场。总共放十摆天顶，其中红色弯弯地的主灯由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在顶面写“地福满满”，受邀请来日本贵宾嘛写“日台友好交流”，希望未来台日会使有更加侪活动。本来是弯弯的主灯星空一夜梦，边个有几百粒天顶的陪伴，壮观，够予人赞叹。即摆日本三重县秋田县大仙寺嘛，带来当地特色天顶，有真高的日本味，甲宾客气氛嘛真合。除了上天顶，天公伯也真合作。有一个好天气，北部虽然讲云较侪，不过无砸到119年来元宵上界大的满月，好元宵，搁较有过节气氛。